看看，看你们打印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跟我学这个技巧，你们打印是手跟都在打印，你看，我打印是手腕，不是，看我是在这打的，你们是这，当然要用手腕打，这样，这样打。你现在是你手骨头有多大力量？对吧？你要想办法学这样打。你要想学，要反手为云，俯手为云这样打。打手骨，看打手骨吧，学过打，先让人蹬蹬蹬蹬，不能拿手骨头打，对了，先这样。这样打，不能是这样打，光拿手骨头是不对。你现在手的力量很好啊，你看见没？你手的指头力量很大。看那会儿，他最后差两分，当时僵的，还是没放松。对了，这不是很好了吧？频率不够快，会不好听。那学打印来，你两个学打印。左手要动，除了打印就是抖音啊，抖音。